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来电科技。一说到 OLED 屏幕，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每天都在用到的手机。但其实由于 OLED 屏幕具有低功耗、响应快、面板薄等优点，让它逐渐受到了不少笔电产品的青睐。但早期的 OLED 笔电比较昂贵，随随便便都要上万了。但我今天说到了这样一台笔电，它不仅搭载了最新的13代 i5-13500H 处理器，还配备了 2.8K 分辨率 OLED 屏幕，但价格却只要一半，它就是这台惠普新 Book Pro 14。既然讲到了屏幕，那我设计师还是挺会拿捏的嘛。其他配置方面，新 Book Pro 14也给的很足，上有500万像素 TNR 降噪高清摄像头，侧有大满贯接口，下有指纹识别和 BNO 音响，内置惠小微 AI 语音助手，可支持中英文互译、会议笔记、新闻资讯查询和天气查询等服务。惠普控制中心还有性能、平衡、省电三种模式任意切换，可谓是不可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里大家简单感受下音响效果。
除此之外，键盘上也有不少小细节比较有意思，像 F1 的表情按键就特别对 Win11 做了适配，能够一键换出表情跟好友愉悦对线。F12 则是可以一次性呼出三个控制程序。比较让我意外的是，惠普这次将游戏本的 Omen Gaming Hub 也放了进来，可以通过这个程序实现游戏加速、系统核心监测等功能。工作以外，还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休闲娱乐、畅玩游戏。总的来说呢，新 Book Pro 14作为惠普新 Family 家族新出的一款轻薄本，外观简约大气，性能强劲，无论是游戏还是办公都有着不俗的表现，轻松驾驭重度计算与多任务处理。无论你是职场达人、创作者还是游戏玩家，新 Book Pro 14都能让你从容应对。而对于没有尝试过 OLED 笔电的朋友们来说呢，它的价格算是相对友好。618马上就要到了，听说惠普官方旗舰店这款笔记本将会有更优惠的价格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蹲一波。那屏幕前的小伙伴觉得这款笔电如何呢？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不要忘记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